你回来了。嗯哼。啊？过来。等。坐着。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有个比较严肃的事情跟你说一下。就是。你接到了花西子的线下活动邀请，朋友。花西子的线下活动。花西子。就是你每天电梯里看的那个花西子。哦，花西子。Yes， 就是那个花西子。谢谢朋友。邀请我们去杭州南宋御街参加他们的线下活动。杭州。浙江杭州。你知道杭州吗？你要干什么？やりましたね、課長。八月份，七夕。啊，对，中国的情人节，七夕节，中国的农历七月七日，但是每年农历不会变。哦哦哦。啊，哦，啥？你知道吗？每年都不一样。啊，对，每年都不一样。行不行？问，意不意外？杭州年假。喵。やりました皆さん。今回は中国発の人気コスメブランドファーシーズフローラシスが開催する甲州での七夕イベントに招待されました。イエーイ。実はファーシーズは日本にも上陸しており、自分も日本のメイクアップ系動画を通じて知っていたので、すごくワクワクしております。イエーイ。到着だぜ。言い忘れましたが、七夕も中国ではバレンタインデーなんです。そう、この恋人同士が過ごすバレンタインです。大锁对大口红やば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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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杭州啦。到杭州啦。我们也到花西子活动啦。今日は以下の8つのイベントに参加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我们接下来去参加花西子的活动，然后这个是地图攻略，我们要打卡八个点，然后收集八个印章，有奖品。这个你知道有什么意义吗？这个吗？嗯。牵红线，你一会儿就知道了。这个就是，你看他面熟吗？嗯，好古代啊。是吧？很古代吧？为什么？这是哪一个朝代呢？他这个做的是一个古今融合的风格，因为花西子本身是国货嘛，然后就是他们这个品牌理念就是展现中国的东方的美，所以就复刻了这个现场，让你感受穿越一下。来准备一下，穿越一下，来，一二三，哎。我在江南撒把欢，多舞些，你用斜阳揉碎了春雪，你在琴间胭脂散。这个叫闺阁红妆，是模拟中国古时候小姐姐们的房间。是开放的吗？啊，是开放的。古代小姐姐的房间是开放的？不是的，是不允许别人进的，就是所以模拟一下。你去看看吧，去看看吧。好好好，画眉云第三生，若能为心爱之人画出指定的眉形，便可解锁真颜。然后我们这里有三款眉形，公子可以选择一款帮姑娘画上。没有 One Piece 的选择吗？你给我画眉吗？嗯，可以，太好了，终于可以报仇了。咕咕咕。其实是一个很完美的剑眉，但是可能公子的选择出现了失误。然后我们这个活动是要互相画，所以现在可以由姑娘为公子画眉。来，公子，咯咯咯。公子，是你吗？很不错哟。谢谢你。
休息，还会解锁真言。古代中国人都比较含蓄，就是可能我爱你，我喜欢你，大家不会直接表达出来，然后会用送信物啊，就是给你一个小物件，然后来表示比较爱你。所以女生回复我比较喜欢这个男生，他可能会化很漂亮的妆，就非常精致啊。那中国东方表示爱可能会不太一样，日本怎么表示爱？古代呢？日本古代。也是写信写歌，互相写信 写歌吗？写歌，中国人不写歌，会写诗。我们那个虽然像诗，但是叫歌。诗歌，。哎，你忽略了后面有个帅哥，后面有个帅哥。公子不坐，因为公子凳子上有水。咻咻咻，哇，好漂亮。这只我们最好的钱金牛，祝您早日找到有缘人。拜拜拜拜。跟岳老师再见，还有一个跟人说再见。怎么为什么找个岳老让人找到有缘人？哼哼，你刚才去那地儿呢叫岳老树。你知道什么是谁是岳老吗？月亮的老人，就是这个意思。他是中国的神仙，就是掌管两个人的爱情。神仙爱情就是他负责谁跟谁能在一起，他们两个能不能走到最后。就是 Cupid Old Man Cupid。 那个他刚才给你系了个红线。嗯，这是什么意思呢？中国传说就是月老会把认为两个有姻缘，就是两个相爱的人，然后脚上会缠上红线。还有就是他会把两个人的锁到一起，这个叫同心锁。是月老的一个宝贝法物法器啊。然后这个同心锁呢，就是门前你进来看那个最大的那个老的那个同心锁。いきなりの説明失礼いたします。こちらの女王の形をしたリップですが、先ほどリーさんが説明してくれたように、昔仙人が運命の二人を結び合う時に使ったとされる同心錠となっており、カチッと押して開けると中にはきめ細やかな彫刻の口紅が。末長く結ばれるという意味合いが込められたこちらのコレクションは、2色のリップ2つにアイブロウ、ファシーズコットンが入っています。マットなリップの発色がすんごい綺麗ですので、概要欄にリンク貼っておきますね。あ、这小哥哥帅。哪一个？这个好帅。这上面都是中国古代的诗句哟。那么请问姑娘，陌上花开的下一句是什么？读出来就可以了。可鸳鸯，可还还鸳，归鸯，归矣。Amazing。 这个信天呢，就是我小学送的礼物。今天在背面为您的爱人或者亲朋好友写下祝福。进来。这是谁？穿越。哎，那是能走的吗？见花西子，一边心带花，若要孤芳灯草，一花阳窗无每天多少。恭喜阁下解锁真言，谢谢。放莲花灯。莲花灯。
你知道放灯是什么意思吗？许愿。算是吧。日本有放灯的环节吗？有些地方有吧。有些地方有啊。哦。放到水里就可以。我咋有毒瘾？趁人不注意偷偷给你一个吧。可以吗？嗯，来吧。你确定？跟灯说再见。两个灯拜拜。耶。完成了吗？完成了。一生所爱，永结同心。什么意思知道吗？有什么要说的吗？綺麗でございます。你看懂了吗？看懂了。他们都是什么呢？神仙。神仙。你跟神仙玩了一天，穿越的怎么样？咱们感觉都回到南宋了。不错，味道好极了。Time to say goodbye. La la la, da la la la. 動画楽しめていただけたかな？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